鬼门关，没有高考就没有未来，高考是你们的唯一出路，是你们的亲爹亲妈，考上了全家光荣，前程光明，住洋房，娶美女，开大奔，考不上了是你们家庭的耻辱，社会上的累赘，住平房，娶恐龙，人见人唾，永远的低人一等，一朝落榜，终生悲剧啊！哎呀，不用看了，这些都是小事儿。你女儿啊，太没有礼貌了。哎呀，是是是是，所以就需要黄主任多多辅导辅导吧。哎呀，您收着吧。大力士欧洲中心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最早的区。哎，同学，同学。小雨，你看，正好这儿给你找着了，啊，好好考啊。让过程更加完美，你可血流成河也不能落榜一个。哎，你们都应该像我一样争夺祖国的栋梁，不要做社会的败类。你想干什么啊？我这还没说下课呢，你要干什么？栋梁，请拉上你的大门。不许去！哎，你这位同学怎么这么没礼貌啊？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败类。竟然考第一耶！我去，每天玩桃园，竟然还能考第一！哎呦，这能不能考上大学，跟玩不玩游戏根本没有关系了。哼，现在啊，就是他们一拼爹的时代了。那我爹很苦，怎么办？找个干爹喽。把我老公叫了，快点把我儿子
哪儿又跑出来一不要命的，敢在我的地盘撒野啊！你敢打我，姐妹们给我上！这个学校怎么走？在那边，在那边。阿姨，我问一下，这是王小飞的家吗？搬了，搬走了。自打家里死人后啊，就搬走了。死人？嗨，别问了，犯忌讳。哎，别找这个学校啊，侬看看北京啊，那空气又差，车子又堵啊，你看看我这张面孔啊，我回到上海要补多少十八才可以补回水啊？妈，侬不要讲了，侬到底认得路不啦？侬快迟到了。宝贝啊，你一急我也急呀、啊，第一天迟到我讲啊。哎，侬用联通手机导航一下不就晓得啦？行到了，行到了，来等你，走吧。哎呦，哪个是兄弟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他走啥了？看，怎么的还让父母送？哎，你父母人家是从台北长大的，来这儿是走亲戚宴的。你这是干啥？来啥地方？刚走出去了吧？哎，倒了，倒了。小朋友，这床位是怎么分的？哎，要多少钱啊？管理规定在墙上，床在桌上，桌子在地上。哦，对了，除了这张床，其他的随便你选。哟，这搞得跟超市一样啊，还随便我来选。哎，小朋友，侬可不可以等一下再玩游戏啦？阿姨还有好多事情没有搞清楚嘞。喂，喂，干嘛呀？游戏快了。弄个能刚摆上游戏，你不会被电击啊你？要电就电呗，反正也要带我儿子做事嘛。你玩什么游戏啊？桃园。桃园。你干嘛呀？能做啥呀？脑子有事是吧？梳子。
你是开飞机的梳子。怎么了？我是开坦克的杯子呀。老胡，哇，真的假的？太开心了，你就是太巧了。妈，一组有新萝卜。阿姨你好。三老公老婆啊，那不领亲领啊，真是搞不清爽啊。来来来来来来，我帮你压住。兄弟，兄弟，兄弟，你小心兄弟啊。哎，小可吧啊。来来来来，兄弟。我到了，赶紧给我。到了。啊，快点啊。谢谢啊。谢谢你们这个特别香哦。哎呦，你可以喷一下，特别香。哎呦，侬看看瞧，这只刚小妮啊，出手就是大方了。阿姨出手就是香奈儿。侬又来了呢，你们不要这么说。阿姨，这是秀水的。哎，秀水是法国哪条街啊？哎，侬话刚不讲啥么？侬坐了回去吧。全体起立，大家坐下。好了，下面咱们正式开始会议。近年来，青少年犯罪有明显的增长趋势，犯罪特点有成年化、低龄化和智能化。结伙犯罪、共同作案、带有黑帮性质的犯罪组织也有所增长。不少犯罪组织利用青少年辨识能力差的特点，以欺骗诱导为手段，蛊惑青少年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更有组织试图以90后女生为诱饵，实施敲诈勒索等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为了能够更加详细地了解犯罪组织的情况，我们已经着手长期培养和建立一批新的90后警花队伍，打入敌人内部，搜集情报，力图将犯罪组织一网打尽。目前我们已经在政法类大学中加强了此类人才的挑选和培养，并且已经有了第一批目标人选。下面就是大一新生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学员：陈妮，小名妮妮，理性干练，国家二级运动员，枪法精准，身手敏捷，出身警察世家。其祖父、父亲、叔叔都曾经是国家一级或二级警司，但不幸的是全都因公殉职，所以其个性孤僻，不爱说话。高一时曾因打架严重伤人，进过半年的少年管教所，但考虑其家庭因素，此次高考北政方面予以破格录取。苏子，小名苏子，一个骨灰级的游戏玩家，也是一个吃货，在电脑和网络密码破译方面有着极强的天赋，曾经多次联合我国民间黑客阻击国外黑客对我相关政府网站的攻击，并且连续7年在游戏竞赛中折获冠军。杨希，小名 Lucy， 香水控，擅长表演和伪装，曾经获得过32个课外表演以及化妆的奖项，外表甜美，内心古怪。中学时期曾经16次将家人骗进医院，其目的只是为了锻炼自己的演技。不过其文化课成绩一向优异，这次高考顺利考入北政法律系。非凡，上海人，田园控，对事物极其敏感，有过人的洞察能力和推理能力。初一时曾经协助警察破获过一起校园特大刑事案件，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侦探苗子。苗准，平时的爱好也是玩游戏。最后这个比较特殊，程小雨，今年高考文科状元，父母离异，各自经商，曾经是个问题少女，个性叛逆，抽烟、酗酒、打架，经常出入酒吧、夜店等场所。但是她曾经受过深深的伤害，
是个不可多得的复合性特工人才。这五个女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竟然都写了同一句座右铭。哦，是什么呢？等待就是浪费青春。不错不错，各有各的特长。不过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呢？喜欢玩游戏。哦，这只是他们其中一个共同点，其实他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 beautiful。Welcome to the biggest dance party of the year, and it is the biggest that Beijing has to offer. So let's get this party started. 等待就是浪费青春。欢迎来到北京。Come on, girls. Right, right, go, turn around, go, go, go. 送给你一个，送我，买一个送给你。这个，你是 me。That's me。你是谁啊？美女，闺女玩游戏呢。可是游戏界最妓女的是我老板。啊，你好，你好。你好，你今晚有空吗？今晚，有空有空，我特别有空，他们知道，很好泡的。Sorry， 我只泡最好的，我不泡好泡的。我有一点事情，待会我 call 你，拜拜。拜拜。小哥啊，我就来随便说说。刚才跑真打死了，好嘞好嘞，你看那羊腿那个别烤糊了啊。服务员，服务员，两瓶乐园，赶紧赶紧顺手饮料去。黄老板，你他妈生意不错呀。你看看哪有生意，我们家财神想找你借点钱。借钱？我这资金都周转不开了，真的没有钱借给你。没有钱？我记得你有个女儿是在读初中吧？啊？我女儿？您怎么知道我女儿的呀？她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懂？你女儿某些方面比你懂得多好多啊，是不是兄弟们？就是啊。咱别吵了，有话好好说啊。你他妈是谁啊？我是这儿的员工。我操，这个世界太乱了，一个屌丝男都出来主持正义了啊！我操！别打！我借钱给你！老东西，我告诉你啊，真别打了，这点钱就够三天的，剩下的补不齐，我拿你女儿去卖去，知道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兄弟们，撤了！求你，等着点！哎，快点，他们呢？这帮人太缺德了！老板，帮你收拾一下。不用了，你拿着这个，你赶紧离开这儿，他们呀不会放过你的啊！快走吧。对不起啊。没事，你快走。睡觉，干嘛？你在开房啊？什么？
媳妇，不知道啊。谁啊？这在拍的，快去看看去啊！喂，喂，你谁啊？你怎么随便不敲别人门就进来了？你谁啊？这是？你是程小雨？你没事吧？他肯定是被盗号了。说什么呢？你没事吧？喂，你怎么回来？怎么了他？什么情况啊？不知道。是什么？累死我！是什么东西？办啊，能不能好好吃饭了？等什么等？他们不太准抢刀了。你看看这些，这就是我们这儿的规矩，抢不到关我屁事儿啊！奇妙。那，啊，这条路我熟，这边死胡同，他应该往那边跑，找到弄死丫的，走。周围得集中，好可怕，好恐怖，快点，63 64下去啊，好，干嘛呢干嘛呢，你们两个快点，快点，后边人都下来了，难道要让别人等着你们吗？啊，要走到明天太阳出来，干什么呢干什么呢，那边站着，下去，坚持住，谢谢，这是你的，谢谢，你的，小雨你的，谢谢，哎，对了，你们晓不晓得我们帮派的帮主吕大布呀？知道，我记得他好像是全服第一呢。是，就是他，前几次转职都是他带我做的任务，不过我不知道他本人是不是也这么嗲。哎呀，走，祖三啊，别说他了。一说他我就牙痒痒，要不是他，我这次比赛怎么可能才排名第二嘛？哦，这是什么？你要找的人的电话号码。你哪儿来的？你别管了，我从黑客渠道拿的，不过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你试试吧。哎，对了，我想起来了，今天晚上汤圆放装备，真的假的？是啊，走吧，一起去吧，不然太晚了，这公交车没这个。小雨，快点！
集中你们的注意力，枪要顶住，三点一线，注意力集中啊！瞄准，枪要顶住，扛好自己的枪，跑起来！什么好地方呀？我在上海都没见过大山，只有咖啡。枪了，枪了！对，在后面呢，他们帮我拿着呢，我实在被……枪都让别人拿，把你小姨子里面锁锁，快点！队长，快点！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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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绝黄，拒绝毒，拒绝黄毒毒。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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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绝黄，拒绝毒，拒绝黄毒毒。哎，你好，我找财神呀。大哥，叫大哥呀，大哥，这是我最好的兄弟，想跟着大哥您混口饭吃。就这个？啊，干我吗？没有。敢干吗？敢。敢拉皮条吗？敢。敢干行，你教我没教过？我忘了。你记什么呢？啊，你吃我的喝我的，不花钱呢？你到我这记账打啊？说过没说过？你敢拉皮条吗？就这杵窝子样，你们俩搁一块不找钱，比你强不到哪儿去。就他就滚蛋。怎么着？找打赏啊？要不我叫你去当网管吧？我怕不行吧？玩游戏还行，管的话，网管还不简单？有什么问题一句话，啊、重启机器啊！包房小公主呢？你啊，哼！你看你这损样、哎、你看你！哎呀，您消消气，消消气，消消气！你在这装什么纯啊你？他小我告诉你，董事，你不就是一个卖的吗你？你别这样，你别这样，你就是一个货色你！我告诉你啊，哎，老板，哎，你消消气，老子有的是钱，老子玩的就是高兴。对对对，哎、你装什么清高啊你拿着？哎、行了，啊，哎，去去去去去，你瞧你这大腿，你让谁看啊你？哎呦，老板。告诉你，别在这给我装清高，你走，哥，走走走走走走。哎呦，不用理他，你回去回去，姑娘有事。什么三窝呀？可多了，是不是？呸！赶紧进去，哎，好了好了好了。小雨，联系了吗？你呢？最近怎么样？我很好。你喝了？我每天喝的比这多多了。那群笨蛋不就是想看我喝多吗？你看，他们送我这些。不就是为了那点事儿吗？混蛋！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和你而来，触碰我心跳。爱你怎么难逃？今夜的你应该明了，越难了，情难了。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
是个笨蛋，你知道吗？你根本就不配程小雨，你们俩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对，要起侧漏。我啊，最他妈讨厌你这种穿着齐兵小短裙的卖萌货。哎呀，还敢脱衣服啊你！肺啊！妈呢个仆街电脑，网管过嚟睇下呢部电脑点解坏咗嘅，你过嚟睇下。干嘛呀你们？哥哥帮你玩吧。帮你玩啊！别碰我！来吧，好远点儿。哟，玩什么玩呀？我你。过来玩会儿呗。干嘛呀？哥现在已经155级别了。你谁呀？你可以看看怎么样？我啊。哎呦喂，我看看。看看。哎呦喂，厉害呀！155级，你个臭混蛋！老娘早他妈玩七十大了，你还玩二级找抽啊？说你怎么着啊？动手！我抽不死你！动手！动手！都找茬是不是？哎，别打！打什么打？别打！谁呀？你让开！你又是哪儿？让开！让开！怎么了？管闲事儿啊？找揍你！什么打的？怎么打？管！谁管？干嘛呀？抽死！别动手！管闲事儿！你算干嘛地呀？揍死你！
告诉你们，这是给你们的教训，为了让你们记住，所有的人都犯了一个错误，为此你们要付出严重的代价。作为学员，最重要的就是遵守纪律，没有纪律你们跟流氓有什么区别？谁来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明白吗？回答我。是。大声一点。是。你们的荣耀不只体现在永远都成功，而是体现于在失败和绝望中再次找到站起来的希望，勇敢面对困难，战胜困难。程小云到。出列。小雨，你真棒，一下又取得新成就了。在本期的训练中，程小雨同学表现出了勇敢坚韧的意志力，你们需要的就是这口气，要的就是这个劲。所有的人都应该向程小雨同学学习，挑战自己，战胜自己，做一名优秀的女警，知道吗？是。你个笨蛋，怎么老给我惹事儿？赶紧跟人道歉。你赶紧的啊。对不起。我靠，你能不能大点声啊，我听不见。你没吃饭啊？啊，对不起。哎呦喂，谁说的？看你看你这德行，我今儿啊也不要你这对不起了。你不就是一屌丝撸管男吗？今儿就当我们大家的面给我们录一个，怎么样弟兄们？就是啊。来一个呀。来一个，给鼓个掌啊，是不是？赶紧的，来给他鼓掌啊。来一个呀，快点啊，赶紧的。妈，龙红，苦豆弄了。我刚吃过，你吃了没有啊？我考虑一下，这样赏金也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自己注意身体啊，别老是吃你家听到了。好了好了好了，我先去跟朋友玩了啊，先不跟你说了，拜拜。哎，非凡，你电话打好没？快点啊！打完打完了，我来找你啊，快点啊。苏姐，充电器还你。哦，好好好好。非凡杨希，你们快点，我都撑不住了。知道了，快点快点。哎，这打左边还是右边啊？哎呀，随便了，现在是新回合，你慢点，等等我。和我宝宝一起打右边就行。老公，你快点快点快点，这边。哎，非凡，快点。我知道了，我在你后面，你看见没有？哎，我知道，你跟我一起进这个。这左边还是右边？你等等我呀。右边右边。哎呀，算了算了，你跟他们一起打左边那个怪吧，我打右边这个。哎，你看到你前面那个队长吗？王妃在哪儿啊？王妃，欢欢在找你啊！大老婆、二老婆、三老婆，帮我找一个叫王妃的。找什么找？哎，别烦。别找了，走开，我这忙着啊。讨厌，干嘛呢？赶紧过来。找人了，找人。啊，找人？找谁呀？一个叫汪小飞的人。找着没？没了。小飞。
飞，小飞，我在洗浴中心，快来救我！你现在身上有钱吗？啊，不要啊，别过来！同学们，接到上级的通知，这次你们将参与零点扫黄打黑行动，这是你们的第一次实践，我们一定要完成任务，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知道吗？是。我出来！臭婊子，你放开我！我立！小婊子，我告诉你啊，要不然你给我还钱，要不然你给我卖，什么时候赚够了钱，什么时候走啊！你出来做的装什么清高？你以为我是你啊？闭嘴！都放老实点，什么时候了还不卖啊？好啊，今天老子吃点亏，我先把你给办了 啊！来啊，不是不卖吗？放开我，滚！滚！滚开！放开！干什么呀？啊！你放开他！干什么？啊！书生啊！哎，我操，眼熟！屌丝男，我想起来了，英雄救美，啊！我成全你们，啊！上，过来！哎，放开！别打！我让你，我让你放开他！下来救！别打了，放开！不能使用，不能，不许用！都给我带！退下！退下！老弟，老头，啥？听见没有，老师？这是今天的第四批，你们两个过去给他们登记姓名，你们两个到那边登记姓名。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王小刚。叫什么名字？少女。大点声。沙红军。老实点。叫什么名字？穿白衣服的叫什么名字？王小红。你叫什么名字？说你那叫什么名字吧，疼。叫什么名字？说话呀，叫什么名字？你发什么傻呀？叫什么名字？哑巴了你？这张强。身份证拿出来。快点，发什么呆呀？身份证拿出来。香奈儿。王小飞，名字还挺多啊你。把头抬起来，快点，把头抬起来，老实点，那得比谁都快点。完全不像我认识的王小飞，我一直以为你真诚善良。快点，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靠墙蹲下，靠墙蹲下。我一直以为我的心会一直冰冷下去，可自从我认识你之后，我
我脑子里想的都是你对我说过的话，因为我做过疯狂的事。王小飞，我一直在找你，我很想。年轻的他们，你说，不管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你见到我一次，就送我一支千纸鹤，不管我是否接受。你说，自从见到你以来，我平静的心湖再也无法平静。你说你每天的动力就是见到我，并和我说说话。你说你心里有个秘密，我想不想知道？你说让风悄悄地告诉我你喜欢我，真的好喜欢。哎呀，你说你想我的时候有些幸福，幸福的有些难过。你说不知道为什么，只要有我在你身边，心却不再惶惶不安。我会带着你对我的好。听话，跟着我啊，你就好好享受生活吧。哎，我说你怎么还不高兴啊？还生我气呢？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跟我那老婆早就离婚了。你先上车等我吧。好吧，快点啊。真的选择去挖煤啊？至少他对我，宝贝儿，快点！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由于该犯人有暴力倾向，极度危险，请知情者及时向公安部门报告，配合警方全力缉拿在逃要犯。本台消息，最近大蒜价格再次上涨，超级超级。
等什么等？等待就是浪费青春。怎么了？怎么能偷着你？你还得联系，再看看，你还得联系。哎，给我照一照。叶勋，你来。啊，我也要。三二一，小雨，他，我男朋友。你男朋友？男朋友？我听都没听说。什么时候了？怎么得瑟？就是啊。真的假的？醒醒！醒醒！小雨，这不是犯不着吗？套什么？你不要走，没你不行，就算是错过也认定，那是无法复制的曾经。你说过我们一定要坚定，没有你陪我数星星，就算孤独和无助，一定要闯出。大哥，你看谁回来了？才哥，哈哈哈哈哈！梁子，可给你等回来了，真他妈想死我了！来来，快快快，快坐，快坐，坐下，兄弟，啊，坐，坐吧，我都自个儿搁这边，走走走走走。哎呀，兄弟，你在这边受委屈了啊！我他妈在哪儿都不委屈。来，咱干一个。才哥，啊，谢谢你找人把我从里边弄出来啊。这都不叫事儿啊！喝着这酒去聚会去，学生的事儿我帮你找人解决。有你在，我就放心。来来来，来来干干干！来来来来。大哥，你看这怎么样？我操！这个对付一帮学生，还用得上这个啊？你给我滚，滚蛋！你丫他妈做事用不用脑子啊？啊！哎，算了算了算了。这是知识改变命运的时代，好吗？咱们多用用脑子，行吗？来来来，喝酒！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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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跑！别跑！别跑！兄弟们，给我抄家伙上！哎呀，我操！谢谢。
臭娘们，下次再找你算账，走。别打什么，我门口遭了，我接个电话。没电话，我没电话，大哥，没电话。赶快来救人！赶快来救人！这个王八蛋，居然一个人溜了！你说怎么办啊？都气死了！你看小雨为了他伤成这种样子，他竟然把小雨一个人丢在这儿！你说他王小飞是人吗？以后别让我再见到他。气死我了，小雨也真够笨的，为了这种人伤成这种样子。就是躺在这儿应该是他，他不是小雨。你跟他伤成什么样了？这我们怎么可以交代啊？小雨也真是笨，怎么为这种人伤成这种样子？这值得吗？老板，我靠！你怎么这德行了？有事儿？我觉得这段时间给你添了不少麻烦，我可能不太适合这个工作，我想辞职。辞职是不是？我早就看你够烦的了，赶紧给我滚滚，麻利的滚，赶紧滚！Thank you.
便宜呢，来点吧。小伙子快找钱呢，小伙子快找钱呢。小雨，哎，你好多了吧？是啊。小雨，小雨，你们都来了，你脸色比之前好多了。是的。什么时候可以出狱啊？哎呀，我想做特努了。哎哎，对了，小雨，你那个桃园账号我帮你升级了。小雨，别让我等你太久啊。小雨，你好点了没啊？都怪那个王小飞，就是当呀，这当路。乖乖听话的女孩啊，人家本来就很乖呀。嗯，给你买好吃的，你做奖励。那你答应给人家买的那一套游戏装备什么时候买给我呀？哦，就这两天买，买最好的，买最棒，双倍。是什么呀？哦，那你要是这个意思，我请客，我必须请客。嗯，过来，注意力集中。出拳快点，硬一点，反击，反击，加油，反击，加油，拿出你的勇气来，反击，反击，反击，加油，我们总是防守，勇敢一点，拿出你的勇气，出战，明白了吗？反击，好的，好的，好的，一点勇气，加油，加油，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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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的气质，糖即可的泪，我旁边大射出枪。小雨，你可算回来了，我们都想死你了。你身体痊愈了吗？好多了，太好了。你如此的不可或缺。跟老子装是吧？装纯是吧？你给我装！装装啊！这帮逼孩子一个个教育装，就他妈欠教育。不给那帮小燕子脸色看看，他不知道钱难挣，咱那个还跟着装死。还你还跟他妈不动我呢？你还啊？吓唬谁呢？看他妈看看，我他妈就把你打死！你不是最乖了吗？啊，你不是最听话吗？啊，你倒是卖不卖？你卖不卖？我卖萌，不卖身。呵，你蒙你大爷那脑袋！滚！南华，哎，让你尝个鲜儿，给伢看看包，这货我觉得还行。我可没那么重口味啊！哎，文龙，你不是喜欢嫩的吗？得着吧，赶紧的，你不是喜欢这个吗？装他妈什么嫩的你？妹妹，那小妹妹没死呢，啊？啊？你想跟他一块过去是吗？我一直觉得吧，你比他乖，比他听话，乖乖的去。又有钱赚，又能穿上好衣服，啊，多好的事儿啊！听话啊！你他妈说话呀！哎，才哥，才哥，才哥，我看他呢也快妥协了啊！这样，你给我个面子，再让他考虑考虑，好吧？没问题，兄弟，你永远有面子。你说，你说你打我，我先问你。为了尽快端掉这个犯罪组织，我们要求你们提前派遣北正学员，假扮中学生，打入敌人内部，刻不容缓。是。眼前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上级要求大家提前执行任务。这一次，你们要把自己伪装成中学生，打入敌人内部，搜集对方的一切情报，明白吗？是。收入颇丰，我替大家举杯干一个，来来来，干一个，干一个，来，杨哥，哎，怎么回事来？朱兄弟，来，杨哥，干一个，你这边，来，走一个，来，干了啊，干了，挣更多的钱，干，来，不要了那句老话啊，挣钱尚未成功，诸位继续努力，没错，来，大哥，告诉你好消息。最近啊，咱店里啊来了非常多的 very beautiful 的女孩儿。哎呦，那小脸啊，那身材呀、哎呀，太棒了！跟这比呢？比我们家圆圆，差点儿。你大爷，比他差哪他妈挣钱去？你这，哎，才哥，他妈找妞是专业，这你还不放心？不，我不放心，就因为你说。不过。这个新来的，我明白你意思了。梁哥说，你别喝着，我接个电话去。怎么那么多事儿啊？赶紧的，早上点啊！光废话。梁哥的意思我明白，反正得小心点好。别有任何闪失、纰漏，影响赚钱。哎，哥，怎么一年都没给我打电话？什么时候来北京看我？可是不是忙着做生意呢？你照顾好自己，好好学习啊。当然了，那必须。我可是咱们家唯一一个大学生。对了，我们学校最近还安排了很多学员去参加那个什么，打击诱导青少年犯罪组织。哥，怎么了？怎么不说话？没事吧？没事，哥谈生意。我过两天给你打电话。哦，好吧，拜拜。现在情况和证据掌握的差不多了，准备收网。李队通知学校联盟的女生可以撤回，以防安全。报告局长，出事了，我们和派出去的学员失去了联系。什么？立刻收网。是。行啊，你们他妈胆够大，敢到我的厂子卧底。从现在不用卧底了，你们他妈直接改卧床。诸位兄弟好好伺候着。走。
挺高劲儿啊，有点洋门女将的意思。女将一会儿就他妈变肉酱。才哥，这个给我留着。喜欢那个没问题，到时候绑好了给你送过去。口味重啊，上打呀。12-320-1现在情况怎么样？所有监控没有发现他们行踪，用联通手机定位系统追踪学员们的具体方位。另外请求游戏玩家帮助查找他们下落，有情况立即上报。是。把所有监控调出来再查找一遍。是。每支队伍都是由每一个分子组成的，缺了谁都没有战斗力，都不叫一个团队。现在咱们已经少了5个学员，我希望你们利用一切手段去寻找他们。你们一定要明白一个集体一个团队对大家的重要性，知道了吗？快去吧。都干了啊！干了，大高兴。哎，哥几个今天都屌爆了啊！爆了，爆了，爆了，爆了！都是老大带的好，是不是？是，就是，就是。我的上海小媳妇儿，你也来一口啊！走开！哎呦，还凶我呀！哎呀，哇，真厉害！我就喜欢爱喝酒的女孩。走开！别闹了，把那手机赶紧全给我关上。啊，对，对，好嘞。回头顺着信号给找着了，都关好了，一定要关上。还是哎，你门口看着点。哎，好嘞，大哥。有什么事儿？哎，来来来，宝贝儿，今天陪满了哥好好乐一个。这么不听话呀？来，小乐，走开。好嘞，招呼好啊。哎，来，小宝贝儿，脾气劲长啊。啊。哥哥现在换口味了，啊！别着急，我找人伺候你啊。哪个杂志上见过你啊？哎呦我擦，挺爆啊！啊！队长，追踪到学员联通手机信号了，这个位置。太好了，在哪儿？注意交通，赶快通知王局。是。娘子，爽不爽？我操！有这种好事不叫我？你说，哎，啊，都他妈什么时候还翻社？不是，你说你怎么这时候过来了？我他妈不放心，我过来看，我右眼直跳。滚！再给我喊我！别碰我！哎，我绑成这样了，你他妈有什么不放心的？我右眼直跳，我过来看看。别他妈好了，把好弄死！算他妈你命大！小什么？有完没完？把装备稳好了。我说你什么时候变这么谨慎了？
小心驶得万年船，兄弟。我说小的吧，而且又不是没进去过。听，你最熟悉的，听见了吗？听见了。走，兄弟们，不留活口，不留活口。告诉我在外地做生意吗？原来我上大学的钱都是这样来的。对啊，上大学了，怎么样？还习惯吗？听哥说，这现在全是警察，一放哥走，有些事情你是不明白的。啊，哥以后有时间再给你解释好吗？我是你亲哥哥。你总不会记着把我送进去吧？不让干什么？好，照顾好自己。放开我！老实点，老实点！我操！我他妈是刚被放的。小宝，小雨，你没事吧？没事吧？差点都给跑了。你没事吧？吓死我们！别这样以后。快快是一个人活，从来不想把这一切都看透。如果天空还会拥有彩虹，如果不哭，今夜月色更朦胧。
风，编织的梦，相爱相守，却像海市蜃楼。当爱情已幻灭，我都要你看见，谁用真善美雕刻着你微笑的脸？时间的沙漏远走，花落你的梦，回忆握在手中。当爱已成冰烟，穿过你的指尖，月光下的泪飘散在相识的天，回忆的沙漏淌红，放弃你的梦，我会拼到最后。回忆的沙漏远走，一个人的守候，消散之后飞。承受更多委屈。
里。如果不是你，我还站在原地，任凭狂风暴雨，是那时的奇迹，是世界的心。